为了提倡环保观念，花莲市公所连续多年来在各里宣传资源回收及环境清净的重要性。17号上午是在国府里的活动中心举办了一场资源回收秀导活动，市长魏嘉贤特别到场，也呼吁花莲乡亲一起落实垃圾减量、垃圾分类，也把环保概念分享给下一代，共同来以实质行动爱地球。花莲市清洁队17号在国府里活动中心举办了资源回收宣导活动。市长魏嘉贤表示，花莲市的垃圾目前都必须送到宜兰的立泽焚化厂处理。不过，只要一袋垃圾里头被查获有资源回收物，整车垃圾都会被推荐。因此，市公所透过各种的宣导活动，希望大家能够落实执行资源回收。花莲市的垃圾量，平常来讲，以10万人口的垃圾量来讲，我们现在的垃圾掩埋场已经无法使用了。那所以我们必须有很多垃圾必须送到宜兰立泽来做一个焚烧。那当然在焚烧的过程里面，宜兰立泽他们也对垃圾的品质会有要求。那如果有些可以回收的物品，如果被他们查到的话，他们一定会帮你做推荐，不能够焚烧的部分。所以针对于民众来做垃圾分类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希望说每一个民众都能够配合花莲市公所的一个推行的一个方案，还有我们花莲县所推动的垃圾分类的一个减量的一个政策，能够让垃圾大幅减少，可以回收的东西大幅的把它增加。那我们希望说在这个过程里面，当被立泽一退回来，不是只有退一车，可能他以后要收你垃圾的困难度也会增加许多。所以尤其是花莲市又是观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区，所以有外来的观光客，我们希望说大家都能够一起来配合，那从你我开始做起，垃圾才能够有效的来做减量。活动现场由专人宣导资源回收还有环境清净，以日常生活的资源回收分类为主题，加深民众对资源回收分类尝试。而清洁队也表示，花莲市的资源回收站目前包括有主安里、主农里、主学里、主力里、国富里、国育里、国兴里还有民政里，今年新增加了国光里和国福里，未来要朝向至少每一个里有一个资源回收站的目标来前进。记者会换室报道。